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我们大脑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哈，因为从1990年代以来，这二三十年来，神经科学的进步是哈一日千里哈，有些东西哈，因为我们大脑有一半以上管的是视觉，好，所以当有这些科研成果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何在，这样状况哈，而且更能够去有效的去调整我们的方向，帮助自己，帮助对方啊，治疗师更能够照顾来访者哈，能够去学习他所想要学、应该要学的、必须要学的这些事情，好啊，那接下来继续来谈这些事情。好，那心理治疗中很重要的是两个事情，心理情感调节跟记忆重塑。好，精神调节我们已经讲很多了，那接下来要讲所以然，前面讲的是知其然，我们现在来讲是知其所以然。那记忆重塑哈，我们很重要，记忆是我们大脑哈，刚才讲文化的传递很重要，是但是资讯要能够留存在记忆里头，好，记忆让我们知道哈，能够回顾过去，能够把握当下，能够展望未来，是很重要的人的大脑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好，那大脑的动物的大脑当然也有初步的，比如说松鼠，它要记得它藏的坚果放在什么地方，它冬天才不会挨饿受冻，这样哈。但是人的世界比松鼠要复杂很多，那必须要有记忆功能才记得说3年前好我在哪里做什么事情，那个事情的结果如何，现在那个事情又来了，我该怎么办，这样子。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在心理治疗中我们在调整的也是这些东西。好，那神经科学家说，就是叫 McLean 在1990初提出了一个说法，说我们的脑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脑，好，是过去这个地球有46亿年有生物以来39亿年来的演化的过程，都在我们的大脑的具体展现出来。好，比如说脑干这个地方是爬虫类的脑，好，中间的边缘系统是哺乳类的脑，好，最上面的新皮质是灵长类的脑。好，你看从爬上岸来，好，从水里面爬上岸来，到演化成哺乳类，比如说以鸟类为代表，好，到灵长类，好，有智所谓的智慧这个阶段，好，是你看在我们大脑的具体展现出来。那这三个程度，好，大概是我们来进一步说，这是在1996年代精神医学这一篇很重要的一篇文章，我在今天的课程中也有一些地方引用这个文章里面的东西。首先我们都知道达尔文最著名的是演化论，物竞天择，可是他在另外一本书谈的是情感这个事情，他说情感重要性跟一个个体的生存跟繁殖很有关系。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在婴儿房里头，在医院的婴儿室里面，在产房旁边婴儿室里头，几十个婴儿，哭声的大小决定了他得到照顾的品质，你相信吗？当那么忙的护士，他只能在几十个望远望去几十个，他只能先注意到会发出声响的婴儿啊，婴儿的哭声越大，可能越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大人注意这样的，所以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一出生就会的那个哭的哭声，就影响到在婴儿室里面得到照顾的品质。因为照顾品质的优劣，当然会决定了他日后的发展量的，当然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是情感确实在像达尔文在1872年所说的，决定了我们的生存，决定了我们的繁殖的品质，这样的，这是一个，所以情感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那来讲爬虫类的脑干，它主要管的是智力功能，就是呼吸、心跳、
体温还有繁殖在脑干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很重要了，好，还有脸部表情也是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你对他脸部的表情的判断就是就考虑到他的维生素，他很基础的维生机能，好，叫做 vegetative 好 function 好 vegetative function 好，就是 的展现在脸部表情这么重要，这样的哈，因为它起触动的是很深刻跟神存有关的感觉啊。虽然我们说东方人的脸部啊，中国人脸部比较没有表情啊，可是所以更要知道说，所以一旦有表情，那个意义就非比寻常。你要学会，因为共情的基础在重拾辨识脸部表情的能力，这样的好。那在边缘系统。辨系统跟内分泌系统，齁，跟学习跟记忆系统有关。那这个学习是所谓的内隐学习，齁，这个记忆系统是所谓的内隐记忆，齁，那也跟社会情绪行为，齁，社会啊协见情绪就是依恋有关。齁，所以我们今天谈依恋，主要的问题，好，主要的焦点就要摆在边缘系统里头，这样的哈。那皮质的话，新皮质这个地方 ，C 新皮质就是复杂的认知功课哈，task 任务哈，复杂的认知任务，还有经验的觉察有关系，所以当然跟依恋也有关系啦。好，但是我们说依恋是一出生就开始，一开始哈出生哈。就开始在发展的东西，好，这个东西很重要，好，那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来讲清楚，这样好。所谓的内隐学习、内隐记系统，就是像骑脚踏车，你一旦学会骑之后，下一次再碰到脚踏车，你不用想，它就会骑，因为透过内隐的系统的运作，好，内隐系统就可以让你节省很多力气，好，就不用想说，哎。第一次学到呢，先跨过去坐好，然后把把手拿稳，然后右脚抬起来，左脚要离地，然后同时维持平衡，然后右脚再往下踏，不用每次都重复这个步骤吧？这是很耗能的，好、哦，很耗能的。大脑只有一点多公斤，可是它耗尽我们 20% 的能量，哦，所以。我们一旦习惯之后，就会关掉不需要的脑区，不需要就是外显的脑区，外显讯息的脑区要关掉，用内隐系统，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出生开始就发展的地方，一直要到两岁半左右才发展完成。再来就是情感同步，情感同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同步的时候，情绪的触发，当事人不见得觉察到，脸部表情都是在非意识之下，就是没有经过意识的移情跟反移情的状况嘛。好、哦，那这个情感同步从来看得出来，从非语言的沟通，好、哦、来表达出来。那非语言的沟通会将就会没有意识的，在不是你意识下影响到他人的生理情绪跟语言对话。好、哦，所以脸部的表情。所以从他的脸部，你紧张的看他脸部表情，他的脸部就影响到你对他的判断，你对他的判断，你就有一些回应。那这个回应就根据你的依恋态，你的依恋风格会去解读他的脸部表情，那就会造成了沟通的顺利或困难。我们前面讲过，沟通有 93% 是非语言的成分，语言中只有 7% 而已。好、哦，在这个地方，所以因为边缘系统的这个东西。好，因为边缘系统这个东西，好，我们要启动情感同步，并不是用意识系统，不是用外显记忆系统，而是用内隐记忆系统这个功能来发展的，包括情感同步的这个事情。那非语言的沟通，包括各位看脸部的表情，好，姿势，好，姿势是局部的，比如说举手，招呼，姿态就是你整个人的身体的摆布，就向前倾的，向后靠的，放松了，紧绷的，这个还语言的韵律感的腔调，你的腔调，你的声音的高低，这个都有影响。好，记得，好，记得这些东西，好，你在心里
治疗、心理咨询中要去运用的工具，包括这些啊，你的脸部的表情，你的姿势，你的身体的姿态，你的讲话的音调，你的韵律感，你的讲话的品质都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影响到你的横纹肌，脸部表情就是肌肉，还有自律神经系统的功能，叫平滑肌，还有主观的感受，这么多这些啊，主观的你会透过你的脸部主观的感受，当然我说这个哺乳类的是在边缘系统，爬虫类是在脑干那个地方，这些东西都会透过非语的沟通表达出来，呼吸心跳的改变，这是脑干的功能，就会展现出来，这些很重要。所以非语言的沟通对我个人而言，那个重要性甚至可以考虑说超过语言的讲话的内容，讲话的技巧这样的。好，那过去的研究指出说，非语言线索的适配，当他开心的跟他一起开心，可以建立彼此的关联。所以我们前面讲过说，负面的情绪只有在团体中才能够被模仿，因为是自己人嘛，自己的人才能够模仿，才能够互相模仿嘛，一旦互相模仿，这个情绪就被困在一起，就被绑在一起，不是困在一起，绑在一起，就有共同的统一战线的统一阵线的感觉就会跑出来。那非语言的沟通其实在所有形式的社会互动里面都出现的，那可以用来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说他卖给你看机械的时候，你就要往后退一点，让他更急，这样的，让他更急，更想要卖给你，你就可以趁机杀价，这样的，那这就非语言的时候就可以引发他人反应，就是当他你看他一副要倒店要大拍卖，你那良居心不安就可以去趁机要求打折，这样的，从他的非语言来判断说他拍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大拍卖那这个结束他拍卖已经贴了一年，那你就觉得这只是一个行销的策略，根本没有要啦，你这大概就不用进去，或进去不要想要占多便宜啊。如果刚贴出来，而且老板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想这也许有可能啊，也许可以买一些平常想买买不到不敢买或者太贵的东西，也许就可以了，这些就是你要去察言观色，观其言察其观其言察其行，才有办法去了解到底在做什么，这样的。那情感同步甚至会影响到理性的决策，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大家看的老板好像都端坐起来了，那就要认真考虑，然后老板突然把笔一丢，你要推测这一丢是好吧还是说算了，这样子的就出现在大家一起做决定的所谓的理性决策。理性决策没有那么没有真的那么理性的意思啦。在神经科学的认知神经科学说法是说，我们常常做的决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要下什么决定。是做决定是下意识的决定，已经早在我们的意识的决定之前就已经达成了这个状况。所以理性决策是有可能决定于情感的。文王一怒安天下。真的吗？这跟这个你要考虑的有时候是为了要做戏，那所以会一怒安天下，其实他早都做了决定了，这样的这是一个那个策略性。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决定，你要想想，你自己整理看看，你真的是决定的时候才去做，还是你的决定是你想到时来做吗？其实你就看到某些因素，他很吸引我，所以你决定买这件衣服，两个东西很靠近的时候，你的喜好，你对你自己的喜好就会替你做了决定，这样的然后你就会生出一堆理由说，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比较喜欢他，这样子人类的皮质其实是会骗人的。那带到精神分析的场域来，精神分析师他对于来访者的作为所生出的个人的身体或心理的感受跟他的认知的理解是同等重要。所以的 guts feeling, 这个
那肠子的感觉，哈，就是英文叫 gut feeling， 哈，那肠胃的感觉，就是讲的这个，哈，那个地方，哈，我对于它，哈，对于它，我有个直觉，我觉得怎么样？你要信任你的直觉，同时去认识你的直觉怎么来，哈，那个直觉，哈，必须要，比如要精神分析师养成之前，必须要被彻底分析，就是要让分析师能够彻底的了解自己的身心反应。跟训练他的思考模式这样的过程，因为在对情感的同步是很重要的。那这是对分析师而言。那回过头来，对来访者而言，当来访者如果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感受，并且能够把这个感受表达给别人知道的时候，他就没能得到帮忙。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嘛？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要的都是什么都不知道，别人怎么帮助你？当你能够清楚的表达你要的是什么时候？别人当然就可以帮上你的忙，所以情感同步、情感的觉察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情感同步，在不管的所有的理性决策，甚至在精神分析这种很讲理智的地方的基础，都在于安全的依恋。因为安全的依恋帮助你去学习如何辨识非语言的线索啊，非常重要。好，那治疗关系。的建立像是双人跳绳一样，好，也是同步，好，也同样是同步。一开始的时候，在跳绳的时候，好，当一个来访者跳绳，你要进入他的绳圈。如果你年轻力壮或者年轻貌美，你当然可以一下子就进去。像我这种老头级的，好，我必须在旁边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还用言语去撩拨，哈，来访者的心意，说。哎呀，你好厉害呀！我真想进去跳啊！哎呀，可不可以稍微慢一点让我进去？哎呀，我可能要再等一下。好，一、二、三，这样进去。好，进去之后，如果跳双人跳绳要继续下去，你必须要拼着老命，咬着牙，顺着来访的速度继续跳，跳到两个人已经进入了内隐之中，已经从。外显进入内隐期时，就是已经不需要再重新学习，已经有个同步的感觉的时候，我才能够用我的速度哈、哦，慢慢的调节来访者的速度，我可以加快哈、哦，如果有本事的话，我可以放慢，这是我身体上的极限哈、哦。那让来访者对他情绪的调节，应该再多投入一点，还是要减弱一点，这样好。哦这是在这个跳绳时候要先 tune into 哈、哦，要把自己的频率调入来访者的频率，然后调进去后才能 tune by， 才能用我的频率来调他的频率。好、哦，那这是这个心理上的准备。那说话两个人对谈的方式，一开始是说可以哈、哦、对他说话，好、哦，哎你好厉害哦，你真是的哈、哦，可不可以？然后再来这 talk to 是。对他说话，然后再来会和他说话，跟他说话，这里是用对话这样的哈、哦，本来是单向的，后来变成双向这样的过程哈、哦，所以双向当然要同步啊，好、哦，要同步才有办法双向对话这样的哈、哦，治疗关系你要考虑的是跳绳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好，那再来。好、哦，我们在讲记忆的功能啊、这个很重要的题目。好、哦，请问各位通道，这个红点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好、哦，再一张，请问这张图哈、哦、是少妇还是老妪？好、哦，答案叫做看情况。好、哦，比如说以这张来看，当你把这个尖的地方当作是下颚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少妇；当把尖的地方当成是鼻子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个老妪。好、哦，答案是看情况是你的焦点摆在哪里。好、哦，我们大脑功能，好、哦、是一直在自我组织的，是一直在跳动的，好、哦、是都成立的，好、哦，这是我们大脑内建功能，好、哦。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的大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感知世界的哈，是吧？那 OK， 那这就是一个自我组织的过程哈。比如说，不管啊，不管有几个地方，大脑的
记忆的存放是以元素的形式来存放的存放，而不是以事件的形式来存放，所以可以把所有的白哈、摆在一个地方，把所有的痛会引发痛的事情摆在一起哈、可以把所有的引发舒服的事情摆在一起哈、所以会有所谓的触景伤情，只要类似的情况哈、类似的情况哈、都会引发哈、引发类似的感受。比如说哈、在监狱头哈、一个女性啊。收容者哈、被一个有刺青的啊男的管理员，台湾来讲哈、收容人是叫做罪犯了哈、是那收管理员是警察啦哈、狱卒啦哈、看到那刺青哈、就觉得很紧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在外面被有同样刺青的一个人所攻击。这样的齁，就会触景伤情齁，大脑存放是这样的自我组织出来的。齁，所以有所谓的一朝遭蛇咬啊，十年怕井绳，这样的齁，因为万一齁，这里面还牵涉了除了记忆之外，还有牵涉的是情绪的这个成分齁，因为万一井绳真的看起来像井绳真的是蛇，我就命就不保，所以你一定要很快的反应齁，怕井绳。这样的状况，好，那另外一个叫做爱屋及乌，哈，爱屋及乌，哈，因为触景伤情，触类旁通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哈，我们的记忆的方式也是这样，会触类旁通，会触景伤情，这是我们大脑的内建功能，是看情况的，因为状况的许可，因为状况的变化，但是会达到同一个目的，好。那刚才说十年怕井绳，哈、井绳怎么会被当成蛇？因为我们的情绪反应，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有双重的历程，一个是快速通关，一个是快速通关的反应，哈、另外一个是这个正常通关，哈、普通通关的反应，哈、井绳要当蛇，是因为。那是个保命的啊，所以这个关装置不能通掉，而且要尽快反应是最好。所以一看到一个湿的、一个软的、湿的、冷的绳子，你要先吓跳起来说：“哎呀，糟糕！”好、哦，然后等那定睛一看，哈、哦，眼睛定住一看，哦，原来是绳子，好、哦，这因为那个又经过前额叶这个都正常通关的程序，发觉说原来不过是绳子。这两个是同时存在，情感的反应基本上是两个双重反应，好，一个快一个慢，那这个必须要互记的一个方式，你不能只启动快速通关，就像这个成瘾型人永远启动的快速通关觉得要被抛弃的，也不能慢吞的只要经过所有事情就要先思考一下，思考再三再做出决定，那真的有一天真的会被蛇咬死这样的。OK， 那记忆的存放哈、是放在这个下面那个 H 开头 hippocampus 海马回这个地方，好、哦，这个是外显记忆放的地方。那内隐记忆基本上是放在杏仁核阿米达拉这个地方，哈、哦、A 开头这个是这个地方，好、哦，那杏仁核这个地方的功能的发展是从出生，好、哦。就开始发展，是边缘系统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的这个东西跟依恋、跟内隐记忆、跟情感，哈、哦，是从出生到两岁半，就发展完成。但是海马回这个外显记忆有关的这个部位，到两岁之后才开始发展，两岁之后才开始发展。好、哦，所以，当你的来访者跟你说。他记得两个月两岁之前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因为听了我讲说哪有那个老头说这个外显记忆要两岁之后才有啊，他怎么可能记得两岁之前的事情，你的反应方式根据依恋理论，你要先说诶这蛮特别的，你要不要多说一点，让他说他何以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他的记得两岁之前的记忆是什么样的记忆，对那个记忆的感受是什么？好、哦，这样子才能够去好、哦、弄清楚他何以这么表达自己这样的。
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颞隐记跟外显记忆的部位。好，那我们这依恋系统是根深蒂固，就出生就开始建构起来的一套记忆系统。好，所以一开始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人际的模板是放在这个地方，是出生在两岁半，好，就会请，就像我们在前面讲成人期的发展一样，这孩童期是心理结构的发展。哦，在两岁半之前就性结构都发展完的，两岁半之后是它的应用跟扩大，这样的哈，是这样的方式。所以碰到不同人哈，在家里哈跟妈妈建立的，会带到学校去跟女老师的互动里面应用。那在妈妈跟女老师身上应用的方式，会带到社会上去跟女同事、女客、顾客哈、女老板哈、女老板哈。的互动里面去应用，这样的过程。好，这个是记忆的功能是这样的。好，那这个1972年的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哈，叫做 Gerard Edelman 啊，他有一句名言说，记忆像冰山脚下的湖泊。好，那各位可以想想，冰山脚下的湖泊，你可以去推想它的湖面、湖泊的水位的高低决定于什么因素吗？好，至少决定于前一年，如果是雪山边的湖泊的话，决定于前一年哈下雪的雪量，决定于当年春天融雪的速度，决定于你去的时候湖面的温度的高低。好，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到湖面的水位的高低。那同样的，如果是记忆是这样，记忆是不断的每一次都在重构，每一次都在重构，因为你的心情，我们记忆功能会去自动的调节跟你的情绪一样的记忆。好，所以情感会影响记忆。当来访者说我记得的时候，好，我刚才讲的例子，我记得我两岁前的记忆，你先不要去驳斥它。好，而是要去弄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要鼓励他多说一点，让他能够自在的在一个安全的依恋的关系下说出他想要说的，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好，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是值得拿出来好好的去深思明辨的，他想要表达的，他展现自己的这种能力的用意何在。好，里面隐藏的是受创的经验，好，还是他展现他的创造力，好，或者他的超能力，这是需要好去先去接纳，而不是先去批评的。好，那这些内隐记忆常常透过这个方式来好来展现，比如说这个菜有妈妈的味道，好，我刚才讲说是以元素的方式来存放，所以他会吃起来有妈妈的味道。啊，那要交朋友，要找要女生要结婚，要找一个有父亲气概的男生，啊，因为呢代表是舒适熟悉的环境，我们都念旧，因为通常旧啊，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旧就代表美好，因为受照顾嘛，毫无顾忌的，不需要付太多代价的受照顾，啊，所以记忆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储存的，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展现的，那意思就是说。好，同样的齁，这个记忆的展现齁，就像是要用皮亚杰的齁这个样子，同化跟调试。齁，遇到新的事情，你必须要原有的积模齁，我们从一开始讲的齁成年期的发展，到讲这个记忆的齁的功能都是一样齁，都是要经过比对齁，那经过调试才能够齁，才能够了解说现在何以有这种记忆出来。那依恋的品质会决定了记忆的品质。好，但是记忆的调整、记忆的操弄啊、操作啊，也可以影响到治疗的成败，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比如说情绪跟记忆来讲，好，快乐时光总是容易过了，你记得只是一个浮光掠影。那如危险时刻，你会把所有的细节巨细靡遗的登录下来，所谓
闪光灯的记忆，好，闪光灯一闪啊，所有的都很明显出来，这样子，好，这样子啊，好，所以情绪会影响到记忆，好，这个快乐时光只有浮光掠影，好，但是危险时刻就是像闪光灯之下的快照，很清楚，很鲜明啊，但是也会因为哈，虽然鲜明，但是会因为情绪的品质而受到一些扭曲。好，那在这个阿里佛萨克斯，他现在已经不在的一个神经科学家他的一本书哈，叫《意识的川流》，提到记忆功能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哈，他说这个对弗洛伊来讲哈。记得基本上是一辈子的动态的变化的重组的过程，就回应哈，就像 Edmund 说的哈，是冰山脚的湖泊，冰山脚下的湖泊这样子哈，是不断的在是动态的，因为温度的高低，温度高一点，水分蒸发快，水位可能会低一点，是变化了秋天去跟冬天去跟夏天去跟春天去。啊，当然会不一样啊，是重组的哈、啊，是因为你的情绪会不断重组。比如说前一章讲的快乐是浮光掠影，巨细靡是闪光灯式的记忆。哈、啊，那这个啊，记忆的呈现哈、啊，并非、啊、记忆并非只呈现，是不断的在重复很多次。哈、啊，后记得重新登记会再现后记得人思其里的精神成就。哈、啊。后记得重新登记，哈，在重复好多之后，记得重新登记会再现后记的人生时期里的精神成就，这有点拗口了哈。而记得说，重点是如果你的情绪正常的，你的记忆会重新的再登录，哈，会按照新的情境的安排而重新的腾起。但是如果是一个神经症的人，神经的人他就是固着这样的样，像精神分析的固着这样的地方，好，他就没办法转变，所以他记得老是同样，没办法因为时间的经过而一些新的改写，好，这是神经症的记忆会有这个特征，他会固着在某个地方这样的，好，这是弗洛伊德说的，好，就是本来是应该要改写，可是神经症之后这就没有办法改写，好，那治疗的潜力改变的潜力就在于把这类固定的材料挖掘出来，把它的固定的哈固着的材料挖出来，让它能够重新誊写的创意过程，让它能受到重新誊写的创意过程所支配。这是翻译人用的字眼哈，可能不是很好听，就是说它必须要能够重新再来誊写。好，就是到底红点在前面还是后面？是少妇要老妪。当情绪哈太高涨了之后，会困住在某个情之下。我们说一个人焦虑的时候会见树不见林，就只看到一个可能性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好，所以在记忆来讲，它是会被情绪所困住的。所以治疗的潜力就在重新改变你的记忆。好，这样讲也许还不如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来访者他描述他的冤家他的伴侣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会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啊吞下肚子里面去，好，这是情绪很强烈的时候，觉得绝对不能变，一定要照我的来。到治疗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会有些松动，他会告诉你说是啊也是好，不过好，他还是有一些心存不满，还是有一些虽然松动但是还觉得有些必须要坚持的。当然到治疗快结束之前，好吧，就由他吧，啊，我还是原来的我，还是过我自己的日子，是会，他的原意的描述是会改变的，他对事情的看法会转变的，那跟事情的看法相关的记忆的品质也是会有所调整的，这样的过程。好，那念影记忆，我们刚才讲说骑脚踏车，你学会之后就不需要再记得那么多，跳上去就用你的边缘系统里面包括习惯的养成，哈、哦，用这些习惯就好了，习惯成自然这样的哈、哦。透过未经察觉内隐方式学习复杂的认知信息，哈、哦，所以会在我们不会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哈、哦、会模仿大人，哈、哦，身教重于言教，在前面那个地方，哈、哦，就用未经察觉。那个时候根本没办法察觉嘛，
有时候对这种讯息的传递比外显的方式更具有效率。好，所以你会不经意之间学习的妈妈的做法。但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因为那是从小就不断的浸润在同样的情境之下，当然会已经养成习惯了，习惯成自然的，就以理所当然的这么做起来。好，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很重要，就是把这些内隐的记忆把它提取出来，放在外显记忆里头。好，比如说从杏仁核把它提取出来，前面讲了，放在海马回里面好好去整理。但在海马回里整理的就是要从你跟他的关系中间来验证。好，他觉得有些不公平，那你要他鼓励谈说，在我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或者你有没有感到你得到了他的不公平，要能够很坦然很自在的谈论在你们两个共享的此时此地的同调的凝视，好，才办法去了解来访者的经验。你对他经验有些来的了解之后，才有办法帮上他的忙。这样的齁，那所以内隐记忆经常由不同的刺激间特定共同的变异齁提取规则来运作，就是找寻规则。所以在心理治疗中，我们常常需要的是形态配对。齁，就是把不同的事件中找寻共同的变异的地方。齁，比如说用依恋分类，那个我好你好，我不好你好，我不好啊，我不好你不好。右下那个沉溺型或者害怕型，或者是左下那个回避型的我好你不好，你要去收敛说，在他人际关系中，假设是这四个代表全部，或者是第五个，好，角色逆转，这五个形态中他最常用的是哪一个。刚开始的前面讲过，刚开始的一次两次，你要他去弄清楚他用在你身上的是哪一个，是哪一套。然后随着治疗的过程中，你要去整理，好，他在不同的人上共同的是什么，共同最常用的是哪个形态，那个形态对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那个如果是好的影响，当然鼓励他继续用；如果是不好的影响，你当然要想办法在治疗在会谈时呢来调整，让他重新学习一套新的治疗模式。前面有一张投影片，所有的心理治疗都是在重过依恋的人际关系模式，好，重新建构一个安全的依恋的形态的人际关系，然后才能够发展一个人的心智化。好，就是建立动势，那有这个动势之后，还是学习如何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人生，这样的过程。好，这是内隐记忆的功能在这个地方。好，那内隐记忆管理的跟情感的关系是这样，跟情感相关的信息是透过内隐记忆系统来处理，因为它刚好也是同样在边缘系统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发觉说，跟情感相关的这些信息，好，它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不知道你何以会这么喜欢这个人，不知道，我就是喜欢他，好，他就是有刚才在认知的那个地方对记忆的运作了前面的认知，因为他有妈妈的样子嘛，好，妈妈的样子到这个地方他已经有了动势了，那妈妈的样子的哪一个成分，好，让他觉得舒服，你还要继续追究。那在下一个依恋对象找寻有妈妈的样子的哪一个成分，他可以建立比较好的依恋关系。再做一个学习如何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好，一个任性的人，他比较强韧的韧，一个具有韧性的人比较能够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是这么样来建立的。好，那一旦内隐习得这些讯息，这些相关的讯息，这些与情感相关的讯息，一旦内隐习得，规则会透过一种所谓自我永存的偏差，自我永存的偏差来运作。看他就是讨厌，我就是不喜欢这种人，我就是不喜欢头发长的人，头发长的人就让我不舒服，长得胖啊，对，不健康，那无论新经验是否客观的与旧经验相符，都会当成与旧经验相一致，
刚才讲了一个女的罪犯会被她的狱卒的啊监狱的管理员的狱卒的身上的刺青所吓坏，这样子啊，哦，因为他以为这个家伙也会哦伤害他，这样状况哦，不管跟既有经验是否符合，他已经记忆是这样子来调整的。好，那所有的哺乳类啊，记得哈，鸟类以上哺乳类啊，所就是在边缘系有边缘系统的物种哈，都会永远依靠跟他者同步的交换情感来取得稳定，就在伊莲那时候讲过了嘛，哈，同步的交换情感，哈，跟情绪相关的信息或可能是在个体年轻时以养成习惯的方式来学习，哈，又来了。好、哦，那些跟情感在依恋的东西，就是摆在记忆系统里头，摆在念影记忆系统里头。所以这种习惯在日后将以一种不经思考、反射式的来运作。哦，所以你必须要去找出它的形态出来。你在会谈室中，你就必须要能够在建立安全的依恋之下，才能够去探索这些事情。好、哦，如果他的记忆里存放的这些不安，当刚开始还不熟悉的他不晓得你可不可靠，你就硬要去挖那些会让他不舒服的事情，那是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必须要等到来访者放心认定你是帮得上他的忙的时候，那时候、哦、你才可以去安心的探索世界、哦、记得我们在讲依恋对象的两个功能，一个是涵容负面的情绪，一个是抱持的去探索世界。你必须要涵容中太强烈的情绪，当他情绪平稳之后，还能够牵着他去探索世界。那当去探索世界的时候，你必须要注意到自己的安全，不能鼓励来访者去做一些连你自己都觉得不安全的事情，这样的过程、哦、这样这个在记忆里面我们要谈论的是这样的事情、哦、那如果他从小建立的是一个不世界的依恋经验、哦，不世界的依恋经验，那不世界的依恋就让他没办法建立好最恰当的自我调适的内在结构啊。这样讲还是有点啊，有点呢，有点不太通顺，不像就是说，如果最早的不适的、不适合的啊，不世界的依恋经验，就让一个人没办法学会如何自我调节，这样就好了。好、哦，那这样的不适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所以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他结了三次婚，三次都挨打，因为他就被那些会打人的对象所吸引了，这样、哦、就自我偏差的方式在运作、哦、前面讲的自我偏差的方式在运作着、哦、那所以个体就会偏好辨识和投入某种不特定的不世界关系的。我刚才讲的就是结了三次婚，三次都挨打、哦、这也就是、哦、有点类似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齁、哦、重复性强制 ,repetition compulsion, 齁、哦啊、我的翻译是重复性强制，这样子齁、哦、所以神经症的这些齁、哦、刚才讲了在那个啊这个意识的川流里面讲到了齁、哦、记忆是应该可以改写的齁、哦、依恋关系是有可能改变的，心理治疗或者是伴侣关系，但是在遇到好伴侣之前，他的不世界的关系品质就一直在重复的，因为他的内隐记忆系统里面登录下来的就只有这个习惯，烂关系比没有关系来得强，因为没有关系，没有世界，所以他只好继续采用烂关系这个状况。所以我们有必要进入他内隐记忆系统，那内隐记忆系统 的探寻的探索必须要在一个安全的依恋的状况之下。好，那因而当他没有办法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就会出现这个所谓的重复性强制，各式各样重复性强制，包括人际关系的这个状况里头。好，所以在讲依恋跟心理治疗的关系大概是这样子了齁。内隐习得的通则一开始就讲齁，那依恋关系会形成一个模板，一个关系的通则模板，是不可能由外显学习来的知识结构或解释所轻易影响。所谓的知识结构或者解释，你可以说它不是给它一个诠释，或者让它建立动势
齁、哦、insight 就可以解决。齁、哦、精神分析基本上的预设是只要经过诠释让受分析的人建立动势，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齁、哦、对于某些神经症的来访者是当然是可以这样，那功能良好的来访者是可以这样。可是对于其他功能不是那么好的来访者，可能不是给他一个动势齁、哦、给他一个诠释就能解决问题。按了怎么办呢？只有透过真实经验所获取的知识基础，就是在会谈室中你跟他共同完成的某些事情，包括安全的依恋，包括情感调节，包括对于知识的传递，包括这个安全的互动，包括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心里面，我知道，你知道，我的知道，他认为你可以知道他的问题，这样的状况之下，他才办法改变他的人际关系。好，所以当来访者啊提取治疗关系的规则的时候，就有关系的原型便被修正。好，当能够从内隐记忆系统，就是杏仁核，杏仁核会置换情感，特别是负面的啊，焦虑的相关的情感能够提取之后，他已经安心了，他已经安心了。那经由一种缓慢的反复的历程，来访者才能够改写依恋相关的通则。所以治疗是，尤其是对人格的这一级的性格这方面问题的处理，我们过去的很早期的研究是说至少要半年以上嘛，这半年中每一次每一两次谈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只有每一次一再一再的证明，一再一再的说明，一再一次的放心，他才可以确定说是可以放心的。所以基本上像是滴水穿石，滴水穿石是需要耐心的，是需要一致性的照顾的，这样的是需要共情的，需要真诚一致的，这样经年累月真诚一致的展现出你的共情的能力，才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无条件的关怀，他才能够饶过自己，他能够知道说原来他的生活可以是另外一个样貌，这样子齁。这是从依恋这个角度来看心理治疗，可以了解心理治疗很重要的并不是建立动势，并不是应用你的诠释，而是共同的体验，共同的经验。好，就是交心，我知道，你知道，我的知道。好，所以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再说一次。好，在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中，除了动势，除了诠释而得来的这个动势之外，还需要是经验。好，经验什么？在心理治疗中共同经验到怎么改变，怎么有寻找建立追寻有意义的改变，那改变之后还能了解，还能够达到了解在任性的地方讨论说人生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才能知道他自己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可以他这辈子在接受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前过得那么辛苦。齁、哦、那些辛苦是从哪里来的，那些辛苦的影响是什么，这些辛苦在过去影响什么，在现在他能够有自觉的，能够自发的替自己决定我要怎么来自己来规律我自己的生活，自觉自发自律，动力学派的精神在于自觉，让他了解这个问题，能够自发的表达自己的感受，能够有调节能力的去规律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心理治疗从依恋的角度，你要看到心理治疗并不是只是建立动势就够了。